Hello, hello, 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继续打我的剧情。哦，刚吃饱 听说今天退去场西西，我不知道刚卤蛋有跟我说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晚上这种尖峰时刻好像都是会，好像都很不稳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. 这个解析度。好，我们继续嘛。你没有必要这么做，你可以离开。在黄金舰队抵达之前，离开这个星球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不能逃，我的敌人永远不会放过我，我只能战斗。我只能战那么斗。就永远不会有和平的一天了。哼，和平？你们要杀我还和平？白痴，不明白。我们的侦察部队回报，卫星的另一侧有一艘大型的神族船舰。那是他们用来航行到这里的星际航舰。目前船舰还没做好出发的准备，不过在我们赶过去之前，它就会启动了。我得同意，他们真的很顽强，不过我早就有所准备。不明白，不明白时间。我要查看一下你的记忆，看看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火大。回忆并不重要。只会让人分心。我从你的脑海中看到，不明是你设计出刀锋女皇的，你的手把我裹进了虫蛹。柔软又脆弱，打碎骨骼，撕裂肉体，我强化了你。要不是你对我的计划很重要，你早就死定了。不明白。好嗨，我好喜欢他。不明白。好，继续了。声音会不会很大声？还好，还可以啊。神族从卡迪尔星的背面成功发射了星际航舰，目前还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，但是时间所剩不多。好，时间所剩不多。好，